主料：核桃仁100克，白芝麻20克，糯米粉20克。辅料：白糖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核桃仁洗净，用温水浸泡半天，剥去表面的薄皮，剥好皮的桃仁再用水洗净，白芝麻洗净，核桃仁和白芝麻放入搅拌机，加3倍的水搅拌成豆浆状，倒出液体部分及生核桃露，倒入锅中煮开即可，加少许冰糖调味及核桃露。烹饪技巧：剥核桃皮时，勾缝的地方可用针辅助挑起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